捷运出发去建潭站，先放行李。是啊，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厕所。真的，这个就是你开几场？
而且我们的位置其实很好，可能它就是经济又实惠，然后买了一个小的多比好开心哦！下方试听唱歌太好听了，他最后还有唱，刚才哭哎，最后一幕，爸爸成全他，太感人了，真的，我的男人都累，男人。好了，我们要去逛市里夜市，对，回家去。嗯，我用这个好了。有点黄色的，不知道哪一只。好，你去吧。这一只。